来吧，宝宝们，看一下我做的银耳红枣。其实无论是女生或者是男生，他是都需要是补一些胶原。银耳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胶原的一个食物。哇哦，秋日养生饮。三妹，你尝尝，看看需不需要加冰糖啊？我突然觉得我美了10岁。好，这是给我们客人今日特调，今天就不用你再太好了，忙活这个，希望以后都有每日特调。田姐喝的这个是什么决明子茶？啊，我现在喝的这个是一个骨科的医生跟我讲的，因为我小时候跳舞，后来拍很多打戏，腰椎不太好，然后他就正骨的一个大夫让我喝的，他有一些可以活血的一些功效。我觉得其实养生对于我来讲，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人的意识跟习惯的改变。对，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睡眠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影响，包括对皮肤，对都8点多已经完全洗漱好，钻到被窝里了，9点我就睡着了。当你睡眠非常充足和非常高质量的睡眠之后，可能会对我们的眼袋呀、什么一些脸部的状态有一些改善，连黑头都能够消失。